今天上午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日本的客户三阿洛伊那个工业就是绘色的材料的那个客户的话，就是日本的那个营业的主任，还有就是那个东莞这边的那个经理的话呢，就是一同来到了我们这里。然后我跟那个伊万桑两个人的话呢，就是接待了客户。在那个接待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就是三阿洛伊工业就是绘色的话呢，主要是做一些钨钢材料的一个销售。去年的话呢，他也有曾经来过我们这里，就是有拜访过一次。当时的话呢，他们是想就是把他们那个材料推荐给我们公司使用，因为我们也有使用到钨钢的那个情况。然后今天再次来访的话呢，他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就是了解一下就是目前的我们一个状况。然后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那个就是有问了客户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问他什么问题呢？就是三阿洛伊的话呢，就是刚刚有介绍到他是做材料的，但是的话呢，在5月份他给我们下了2个订单，这个订单的话呢有几万块钱。因为是首次下单，而且一下就下好几万块钱，我就有点疑虑，我就问客人，我说你怎么那么相信我们？第一次也没让我们打量就做了这么大一个订单呢？然后客人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客户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就是那个卖材料的，也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买了这个材料就你自己加工的，或者是有些客人呢是不能加工的。但是的话呢，有些客户因为他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那个厂家的话呢，他就会通过他们来找供应商，所以他把那个询价就发给我们，华能精密科技来那个询价。结果的话呢，他发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华能精密科技，首先有日语的对应窗口，二来的话呢，还有一个经济副总日本就是人员在这里，就是负责全面的一个品质和技术管理，所以他很放心。他首先就是解决了就是在沟通上的障碍，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几次询价当中的话呢，客人就是觉得我们价格报的相当的合理。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那个操作过程呢，他发现我们对应的那个速度也非常快，特别是他一询价过来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迅速的就把那个报价提交给了他。的话呢，再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华能就如我们在日语的发音里面可能一样，可能的话呢，在日语的话不是什么都能够做到嘛，而我们的话呢，也正是这样一个宗旨，就是说把所有的别人做不了的产品交给我们，我们都能做到。所以的话呢，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吸引了那个客户。当然就是因为在那个5月份的这两批订单的话呢，我们现在都已经交货了，客人也告诉我，就是说这两批货的订单就是交到他手上的时候呢，他都有全部都有亲自确认过，他发现我们的捆包还有这个产品的外观的话呢，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的话呢，就是有区别一些其他的那个厂家的那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的话呢，就是对每个产品打了防锈油，而且的话呢有一层薄膜纸，就是这样子包了以后，再有一些比较厚的缓冲材，就是确保了一个产品的安全性。而且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张限底票，就让客人的话呢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有这么一些优点，所以他就最终的话选择我们，而且的话他觉得选择也没有错。今后的话呢，也是期待跟我们能够就是有更多项目的那个合作，而且目前也正在谈一个就是量产品的那个项目。这个量产品其实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一个那个钨钢产品的那个电极。这个产品如果谈下来的话呢，就是也是今后可能每个月都是定期的一个项目，所以的话非常有利。个人也是在全力的那个去把这个单拿下来，如果拿下来的话呢，就会跟我们再下一步合作。所以以上分享，大家借钱一下。